What?新朋友们加入咱们的这个大家庭。好，一开始达威组织了一波四人入侵，入侵的是很猛，奥拉夫顶前面，但是塔姆的位置首先一波被断后了啊，飞上要交闪了，飞机这个位置自己有点脱节。哎呦，飞机是首先选了一个 W 拉开，同时交闪现躲开，那南墙两级了，结果达威得走了，闪现过墙，看一下小天这波感觉可以闪现硬跟的，嗯。红 buff 闪现硬跟，这一技能突脸，再逼旧梦一波闪现，打了一个相位猛冲，塔姆这个位置感觉跑不了了。一个 Q 技能接红 buff 不停的去粘上，给个治疗加速，并且塞纳有一个冰川增幅的减速。看人头是谁的，人头最后是由南枪拿下，被迫只能上来给一下奥恩压力了，逮住一个没有闪现的塔姆，塔姆这一波感觉挺难走的，开出一技能，最后还是南枪收掉这个人头。是。这就是一开那这一波小天如果在上路露头的话，下路小龙很有可能会被 W 给控杀。看一下这里看到了，撞在自己的 Q 技能上，但是没有击飞。不过飞机有个超级快递的，是，哎，直接开到飞机，飞机这波得拉开距离了。毒云币直接把这个 W 给用掉了，还吸过来个水晶剑没有命中。嗯，但猴子现在在线上单人补兵，这里蓝色方应该可以先行由 FunPlus 拿下这条峡谷剑锋。毒云币的位置不好，直接被铁男逼出了一波闪现。W 全员赶上，一个不可阻挡是阻挡了一技能，但是大招便阻挡不上了，直接被铁男关进了一个小黑屋。奥恩出来之后应该要闪现过墙的 ，W 也不大好追。但小天这个位置进到了对面的野区，看一下这波怎么包。那小天这波肯定是死了，但下路刚才聊到的就是 W 他的整体上阵容上控制太少了。奥恩没有参团之前只能看一下这个艾希的大招了。嗯。哇，小天一波绝命反杀。是。汉这个完全可以考虑放掉一波线来打这波团。下路直接猴子一个大脑天空，先找艾希的位置。他们吃到了一个艾希，并不急的吐出来，但是吐出来之时也要被三个人所围堵啊。朝哪边去吐呢？朝上团去吐。艾希开了一个治疗术，但是没有办法被这里一个暗影燎原给收掉。塔姆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白盾，并且吃下一个奥恩，奥恩的大招差一点点。南墙走脸，配合加里奥的一波英雄登场，哎，还正好在边缘给震起来了，被火箭二代伤害直接给推死了。是，小莲这波第一时间没有打出相位猛冲啊，哎，这里闪现跟嘲讽，这波嘲讽出了飞机，两个位技能用过，最后悲伤收下这个人头。你别说，这波马老师还真的很强势的，这两件套。不过得靠野辅先进去，然后配合马老师大招进场了。是，猴子这个时候血量不好啊，一个半血的猴子。W 先行开动这条水龙，而且有个红色方的这个河道迅捷蟹的一个加速圈的，哎，正好这个加速圈消失了，南墙一技能下来，想去拼惩戒去抢这波龙，南墙成功抢到龙，但是马老师这波进场了，超模到了三个人，对面的血线不好，马老师开了一个金身，在人群当中，猴子二段一个大闹天空，效果一般般，猴子就被逼出了一波闪现，残命进入他的一波收割节奏，奥拉夫一个减速减速杜云碧，杜云碧此前想换奥拉夫，没能成功的换掉，最后是奥拉夫距离啊，包括这个时机都掌握得很好啊。我们看这波，两个打野在拼惩戒的时候，马老师直接一波进场，对，嘲讽都三个，最后用刚出炉的这个沙漏把伤害这么一躲，塔姆还吃了他一口，然后铁男关了一个奥恩，导致奥恩这波团战也挺尴尬的，不能帮助队伍坦在前面，是，铁男走纳什就是单挑比较厉害，哎，但是没有小兵了，这波要硬拆这个塔，下来一个 TP 下不来，直接塔被拆掉了。奥拉夫还在不停的 Q 技能减速，再给蓝惩戒减速，成功。纠正一下啊，刚才是没有用惩戒的。想打一个二连找可汗，没能找到。
这里这一剑击出了林伟强的闪现，是啊，不过小天和雪鹰在视野方面继续做争夺，感觉方 plus 得来尝试性的找点机会，对，没有机会再放。哎，这里先把 missing 打成一个半血，这波蹲 B 的机会找得不错。男枪又在一个熟悉的位置，小天是有闪现的，感觉可以尝试抢一下。一下来又是一个拼前面，又抢到了，抢到了，在一个相同的位置，同时奥恩也开了一个大招去断后，再来一个暗影燎原。这波 W 反而他们要拉开了，同时蹲 B 这波还不想让他走，叫了一个闪现，扭头回身就带走了一波铁男，打得非常的漂亮。同时猴子闪现想去开后排，寒冰就被塔姆吃了一下，但是塔姆已经先行倒在地上，这波猴子位置并不是很好，唐兵在台阶上面对他进行一波输出，再 A 爆发火石走，但是这波已经由方 plus 打了一波大胜，5000多的血线，寒冰先消耗，但是这两个人有点不太敢下去了，能不能抢到呢？下去没有抢到，那自己也得死里面了。是的，惩戒没能交出来。方 plus 已经转优为转裂为优了。对，嗯。这波我们看到 W 的阵型是比较分散的，因为血量太差了。杜云碧利用手长的优势，是把这个铁男直接打成了残血。嗯。虽然说寒冰在台子上面啊，是把人给收掉，但是没有。在正面，寒冰又是一剑，是成功定到了一手猴子。猴子直接一个一 R 连招，瞬间想去开团，但是一个暗影燎原没能救起来他。又想再去找塔姆的麻烦，男枪在旁边给寒冰一些限制。红色方亮 TP， 落子是个双 TP， 双 TP 先落下一个马老师，想去嘲讽一下，但是这个冲拳没能撞到小天。小天成功的一技能可以拉开，同时奥恩一个大招是被 Morgan 先行躲过，但这个金身起来之后就要被压起身。猴子再次想一个突后排的时候，先把旁边人避开，马老师人群当中开了个金身，也要被男枪所收掉。这一波双方的 TP 博弈还是由方 plus 打赢。那这么正面残战打出之后，二塔肯定没了，这高地也可以推，是正好还有大龙 buff 最后的30秒钟，感觉甚至可以尝试一下拆一下美亚塔哦，因为中上还有30秒。看看这波的推进啊，比较关键了，先推美亚塔，但这个时候寒冰就在跟塔姆两个人绑定在一起。可汗先开了个石岩鬼石板甲，刘少这个时候想去突后排，但是第一时间被套上那个虚弱，寒冰反手一剑是射中了小天，小天恐怕要率先被秒了。阿拉夫斩掉他的人头，刘少看一下再用一个一技能，阿拉夫开了一个金身，寒冰还在不停的输出，他这波输出已经完全的拉满，被塞纳控制了一下，寒冰被塞纳控住，这一波塔姆保不了他了。塞纳在一个超远距离的狙杀到了塔姆，最后一个麦亚塔能不能倒，还在去打这个麦亚塔，一个一技能回来，自己开了一个金身的铁男这波想守水龙魂，应该是要被方 plus 直接给 rush 掉吗？这个口子是比较狭窄的，杜云碧直接拖一波伤害，瞬间把 Morgan 所打残。那 Morgan 已经残的情况下，顺势拿了龙再开团，铁男已经被大了起来， Morgan 被逼出了一波闪现，这波杜云碧中路线必须得清出去啊，因为自家是没有门牙的。是 W 的几个人位置并不是很好，寒冰率先发难，杜云碧直接水晶的解掉了寒冰的大招，就我们开了一个金身躲避了一下大闹天宫，但应该还有第二段吧。刘少也开了一个金身躲避了一下，马老师自己也开个金身，Morgan小黑屋关的是一个刘青松，限制了一下他对后排继续的一个威胁。寒冰还在不停拉自己的输出位置，但已经没有输出环境了，塔姆自己的位置已经被逼住，下路也被迫。 这波被打退之后，感觉自己的基地岌岌可危，铁男拉回来一个奥恩有个不可阻挡，再次用一个大招想逼寒冰的位置撞寒冰，没能撞到寒冰，寒冰准备先打一个前排，但是自己已经被四个人逼到了泉水，全员被堵在泉水里，那方 plus 可以直指后面的主水晶了。寒冰在泉水之上也没有办法做更多的输出，我们要恭喜方 plus 在这一场面对 W 的 BO3 中先下一城，1-0领先对手。